请坐。请点餐。好。南征想吃点什么？我都可以。两位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情侣套餐，很合适的。嗯，的确不错，又丰盛又实惠。南州，不如我们就点这个吧。啊？哦。那就这个套餐吧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要不要帮您撤一下多余的餐具？不需要，我们人还没到齐呢。嗯，好。南州，你还约了别人呢？你过生日，怎么能没蛋糕啊？我让小川买去了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没关系，他一会儿就到。没有。亲爱的，咱们就在这儿坐吧。好啊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新开了一个酒吧，晚点咱们去看看。我们换家店吧。哎，我前女友已经在那儿了，换家店，我的计划都落空了。快坐下，走。请点餐。好。哎，亲爱的，我来点。一份手剥笋，一份生煎鹅肝，还有一份薄荷脆爽肉。亲爱的，你看这些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就这些。嗯，好，那菜单我再看看。嗯，行，稍等。好。亏我还想找你庆祝，原来你早就家人有约了。南州，要不要来瓶红酒？不用了，我明天还要工作。嗯。哎，那酒吧在哪？别用菜单一直挡着脸，这样怎么看怎么秀恩爱啊。亲爱的，你尝尝这个，好吃吗？真好吃。你跟你女朋友还挺恩爱的嘛，还故意到我面前来秀。怎么不行啊？你吃醋啊？周建清。